三二一，我猜我会挡住你嘞，啊不要挡住，不要挡住你哈、哦，那我来这边是来这边就好。三二一 ，Action！ 狐狸五四三。大家好，我是角落生物玲玲。今天要做什么？你先讲完，我再出来。今天在角落蹲好哈。今天要洗碗了。没错，昨天没有洗。那今天好像没什么好拍的，对不对？嘿，角落生物。好。今天要怎么洗碗？今天就跟之前我陪你一样。就两个一起洗好了哈。好。每个人自己找视频做好了，好，正常一般的洗碗。OK， 好了没有？好了，那开始洗了。你先帮我弄洗碗粉。哦，好。来，直接拿洗碗粉，洗碗粉给你倒。洗碗粉。现在你负责收碗。好的。你去帮忙收碗。Go。很脏，我可是服务员。大家好，我是角落生物服务员。小心水汤不要弄出来，盘子先拿过来。还有吗？就洗碗，对不对？有什么难的嘛？又不是没洗过碗，对不对？这里有点油。不用，爸爸来就好。爸爸来，今天太油了。你今天学校是整天的呀？对。功课写完了吗？写完了。写完了，写完了，他可以帮忙洗碗，对不对？那你这一班要做什么？我要弄。礼拜三要上学，礼拜四要上学，礼拜五要上学。爸爸，礼拜五要请假。真的？那你来接我。好。说这绳子也可以进去。哇，绳子哎，这个的吗？好像都好了哈。来，我来开始。锅盖要洗吗？锅盖。啊，要。这样，这下没有，要放进去洗，这下尴尬。我说这个，这个，爸爸。好，那给你洗，给你洗，给你洗啊 ，OK 的啊。这个要刷吗？这个锅盖丢进来，这个丢进来就好了，不用自己刷了。你要先按吗？好啊。你先去帮我擦桌子。好。先擦桌子，等下这边剩下都给你，这边都会给你洗。先按那个洗碗机。按。按洗碗机。哦。
小心这个穿进去。好。加强，强力，强力，强力。先有点油。好。好，拿去擦桌子。今天太快了吧？今天七分钟就解决了，小伙。希望今天。觉得你陈国展一定要来。为什么？哎，你觉得我有理由不去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你陈国展是在做什么？互动是谁跟谁动？全组。啊？互动就是要教大家什么怎么做啊，或是有些互动像是演戏，象棋就是。象棋。那、啊、你是什么？我是螃蟹那组。有螃蟹。我们会折螃蟹。螃蟹、啊。抓螃蟹，渔网被抓，豆角把渔网剪开，抓螃蟹。豆角，我是抓螃蟹。这螃蟹就想，怎么没出泡啊？螃蟹，我就想到那天去那个螃蟹博物馆，那影片还没上，你要等那个下礼拜以后了。真的？嗯，反正那片要先剪来上的。不过没有去到螃蟹博物馆就不用急了。那在你成果展之前剖的，就现在也不用剖了，因为螃蟹博物馆没开，所以现在就交给你洗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现在是我跟大家的聊天时这就洗好了呀，剪刀。只差那个最大的。这有泡泡没有？剪刀打开来。真的有泡泡。现在洗碗太快了，怎么办？那现在很快结束了。你需要移植它？需要移植垫高吗？这样会不会摔下来？不要用椅子。所以你那个夏令营都报名了吗？对，妈妈先报名。这礼拜成果展，下礼拜是班级旅那个班级旅游，对不对？班游对不对？嗯。那你要去哪里班游？我们要去动物园。班什么游？九五还是那个九八？九五无铅吗？你要加油，不是班游吗？是班上的班，游行的游。哦。那爸爸要去吗？看你。你有帮爸爸报名吗？没有。哎，妹妹。你可以自己开车追上来。追在你们后面啊。追在爸爸爸后面。喜欢角落生物的影片，记得帮忙按个赞，也要记得订阅，还要记得按下小铃铛，可以收到新影片通知，还要记得留言分享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！明天礼拜三不用洗碗哦。